咗一個月，又過嚟啦！我哋今日去成都，超級得興，我哋去。一個星期咯，唔知幾日之前講話去，我好啦去啦，跟住我哋係依家上咗 KTX， 但係咩行程都冇。我哋有講去邊啊？有講去邊咯，係，但係唔知點樣分配咯啲時間。Yes， 去瞓覺啦，我哋去到行完再見。好亂喎，但係佢啲雞，嗯，呢啲應該都可以擺落去噶，我擺啦。下一個係咩？生死，真係㗎，係啊。呢啲蘿蔔咯，生死，嗯，包芹菜食啲，呢個係燒肉，咪咯，唔係包呢啲菜，包青瓜，真㗎。芝蘭格切嘅，嗯，學到嘢。如果唔係，好似我哋上次嗰啲蝦頭食嘅。你又開始啊？可以扮佢咯。嗯，我鬥雞眼啊！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哇！抖動咗下。其实在机度看不是很高，但实际看真的很高，有点恐怖。哎呦，我一开始有点脚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爬你的脚。他玻璃的那个。掂不掂啊？他认真的脚震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先不要明白。另一只脚搭上去。套装套装。我已经震了。哎，我吧。到隔壁就是这个取景。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吃奇異果本身，但它真的很生，我覺得芝麻挺好吃，我覺得粟米很神奇的，這麼搞笑的，但你覺得不好味？不是一開始我是吃到啲蘋果味，因為撈埋了，好像那隻日本那隻冬米濃湯那隻脆脆的，變了雪糕的版本。我這個是最安全的士多啤梨，我想試試豆腐，真的是豆腐包，真的是豆腐包。好似冇嗌呢個啫，我覺得佢好好喎，佢俾咗一羹，滿滿一羹第二隻味。睇咗好耐啊，終於嚟到啦，好感動啊！哒哒哒呀，感謝的，不過是的，不過是的，不過。
故事。哇，邊度播啊？我想問啊，只係兩個音就係播音啊嘛。呢個係幾時出？2019年。我真唔記得了。首歌《Pum Nai》真係聽極都係好好聽。嗯，我都覺得。每逢一到春天嘅時候，就要啊，就好有 feel 咯。Yes, I do.